来到这里，感觉到你们都变了。哎，大猪本来是想连天，啊喜下面狼，啊做河鼠啊喜河狼，啊做拍鼠啊喜拍狼，啊打模型，啊要挡狼。啊，我喜下面狼，他是金刚狼啊！你看，刷单听不好。我说一开始跟大家来一段书来宝，我想说让大家对我的印象啊比较深刻一点。哦，你中文说的这么好，人家以为金刚狼是国片呢。是的，啊，我刚刚不是什么武器，也不是，我一生气的时候爪子就会枪。但是呢，旁边这个是按摩先生，你能不能把它收起来？撑出来，然后收起来。可以。那再伸出来。待会儿。他要发生兽性的时候，他爪子就会出来。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伸出来嘞？如果也可以的话，我也会了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在生气的时候，因为我特殊的这个体型，我是这个很奇怪的，所以说呢，会长出这个金刚的这个金刚爪，其实并不是很方便的。你想，他们那个啊，进民党是不是？你是的民进党5个钟头关在里面不申法案，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因为他们很生气，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像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我有爪子。如果说在这里面你要打麻将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自摸。如果说我要唱卡拉 OK 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唱啊！你看挂掉了。要不然，如果说我要来抽支雪茄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抽？这个也抽不住。你看，哎，可以。好，还是没有办法抽。那如果说要吃一个酸梅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戳坏掉了。还有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洋芋片也没办法吃。所以说玩大富翁的话也不行，把纸张就戳破了。所以说呢，我金刚狼是不会关在房间里面的，我会永远出来跟大家挑战。谢谢。是。他其实关在里面的话，可以跟他玩洗刷刷，你出4根，他永远3根就输了。不可能吧？我跟你玩一次。洗刷刷，洗刷刷啊，出的。我们三子挂掉，可以吧？好，李炳坤，这有得住就好了。不一样。刚才有人质疑我说我的钢爪没有办法说出来就出来，是。现在有办法吗？马上跟大家示范一下，说出来就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收起来，再出来，收起来，再出来，收起来，再出来。一次一根一根这样出来，一根一根。问到厉害的了，马上就为大家示范一根一根的出来，一根出来，2根出来，3根出来，金刚了。啊，原来这手指它不只是自动，它还可以手动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可以手动啊。好，那么待会。